好以后啦，拜托，来跟在一起做，欢迎林记忆委员，还有我们的跑跑记忆团队。多谢咱所有团队，多谢咱今仔日所有的来宾，啊，咱在场有阮的曾威议员，吼，有咱的美香里长，啊，佮有拄啊来担任咱来宾的嘉安议员，吼，啊，后壁咱佮感谢咱前一日的委员，咱的陈柏伟委员，啊，佮有所有柏伟迄时阵一直甲搭台湾做伙拍拼的团队，大家阿妈，大家好。是一个希望让大家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来面对明仔来投票的一个暗暝。我伫昨暝，咱伫小英总统在场的迄场演讲，我嘛有讲，选举的时阵用仇恨来选票，用提选票是上紧的。但是，迄是一个对台湾上大的伤害，对地方上大的伤害。所以我一直咧希望讲。有安怎的代志，有正确的代志，咱就讲。啊，若无，咱应该爱讲出咱对地方的愿望，咱对地方的感想，对地方的爱。啊，今仔日嘛真欢喜，因暗坐坐，咱乌日的乡亲时代，搁陪阮安尼扫街。我今仔日扫街的时阵讲的，咱即马行伫民主的路上，你敢听无？这条民主的路其实无足长的呢，前伊经过着较早也有戒严的时阵，咱坐座可能嘛有一挂朋友嘛知影台湾较早经过戒严的时阵，台湾去予真济无共款的政权甲咱统治过，一直到1996年，咱李登辉总统伊第一摆选着民主直选的总统的时阵。才是台湾真正走入民主时代。虽然安尼来讲，一直到今，一场搁一场的民主选举，咱还是会伫地方看到，还无遐尼啊民主的状况。正因嘛伫遮，爱先甲咱地方真济咱的头人，理事长、里长、林长，讲一声恁辛苦啊！我知影恁伫地方上，伫中二选举区。其实压力真大。我虽然是一个现任的立委，但是我拢是爱甲咱的里长、林长拜托讲，你有啥物会当做的，阮全力甲议员做伙来帮衬。但是阮从来毋捌用我是现任立委这个身份去共压迫、去共强求、去要求讲，你要徛到我边啊来展现你对我的态度，因为我一直感觉讲。地方上，大家一定去予一个势力压迫伤久啊！这个势力安尼压迫是无应该的，是无民主的。咱徛伫民主这条路，阮做一个政治人物，阮爱做的是甲大家拜托，甲大家讲有倒位做了无够好，阮会拍拼。但是看到我的对手因兜。若有人陪里长陪阮，电话就讲假过；若有偷人徛到阮的身躯边，电话就讲假落。予咱地方济济人爱配合着因，甚至爱甲我讲情伊歹势啦，我都真歹势，无安尼袂使。这种无正常的状况，毋是一个民主社会应该有的状况，你讲对无？这就是我拄仔在甲大家悠闲的成功的，明仔时咱爱快快乐乐去投票，好无？民主遮尔啊无简单，民进党较早无党的时阵，阮的前辈伫路里去互呛水，去互扣起来，甚至去互掠去关，才一步一步来到即摆的民主。甚至咱即摆的民主去予中国用媒体、用网络、用假消息，一项一项搁要甲伊摕倒转去。民主的台湾30几年足无简单，咱是毋是做伙团结起来，明仔载搁去投票，好无？
愿相信民主的力量甲爱的力量是搁较大的。静怡伫遮两年的时间，自我补选的时阵六十几天，咱的议员嘛好，地方的好朋友嘛好，安尼突破万难，唔敢伫大都办说明会，大都的人搬去林子开说明会。沙鹿的人唔敢伫沙鹿听说明会，走来乌日听说明会。大家遐尼啊辛苦，唔是为着正义，嘛唔是为着民主进步党，大家为着愿望的是台湾会当改变，中二选举区会当改变，你讲对无？对。我今仔日在扫街，我一直在想一个人。迄个大哥，你若有听到我讲？我麻烦你，让我再找一个时间给你拜访一下。两年前我在补选，大家带我扫街，我去到一个大哥家，那个大哥把我的手牵咧，目屎全在流落。伊目屎流落，伊跟我讲：拜托你，拜托你改变这个所在，拜托你一定要当选。我到当下会记得这个大哥以前讲的那个话。甲伊目屎安尼熊熊流落的时阵，民主无应该是安尼。政治人物毋是予人惊吓的，政治人物无应该压迫人民，你讲对无？对。过去这两年，阮感谢大家，予阮有机会甲大家徛做伙。阮足认真，阮后壁的团队自动选前甲今拢毋捌休困过。咱是毋是搁予团队一个拍拍声，好无？志怡加油！在座坐坐的乡亲士大，这段时间嘛毋捌休困过。我知影大家希望这个改变会当继续落去。中二选举区的自由会当愈来愈好，开阔了愈来愈大蕊，所以坐坐咱地方大家志工朋友，透早六点外出门，暗时十点外才回去，有闲拢来阮的服务处做志工。伫遮我再一次甲大家说多谢，足感谢你。所以因安办这场选举前的活动，我讲。唔爱动员，大家拢忝啊！大家为着民主，用的气力已经用到尽崩啊，所以真欢喜。因暗，咱请杨烈大哥，请王彩华姐姐来唱歌跳舞，让大家欢喜。大家因暗有欢喜无？咱希望咱以后民主的路就遮欢喜行，好不？咱民主的路一直行，一直行，好不？七年外，咱甲小英政府、民进党的官员，虽然唔敢讲一百分，但是真正为着台湾放伫阮的心内。我最近看到一个真趣味，我顶一届不分区，2019年的时阵，到尾也无甲我提名。我想讲安尼袂歹，真轻松，当来做医生就好。我甲 小英总统办一张造势。迄天做事，我代表演讲，我讲啊，甲小英总统搁送入去人心了后吼，阮就轻松啊，阮要来做家己的代志。结果小英总统当选了第二天，伫咱侨胞的演场演一个演讲场讲，吼、哦，迄阵查某医生吼，竟然讲以后就无爱插我，袂动哦，爱为国家继续拼哦。伊讲一个，我真正嘛拼四年，真忝咧。前两年疫情的时阵，我伫病院上班，我甲咱的行政团队、立法院的好朋友，直直甲大家拜托，直直在处理代志，希望会当照顾咱所有医疗人员，照顾咱台湾的民众，卖阁予2003年的 SARS 的代志，予大家惊吓。咱是毋是做伙团结行出来啊？你讲是毋是？对。
啊，真意外，2022年我来参加补选。这两年，我要让地方知影一个好的政治人物，国会有专业的政治人物，地方会做服务的政治人物，就是爱像安尼，透早去开会，下昼倒来拼地方，暗时倒来拼地方，你讲对无？拜托大家，一个认真的国会议员，国会爱有专业，我会晓修法，会晓问政。地方爱有服务，所以像拄我讲的，我处理40几间学校建设，20几条拢水路，20几个水利排水建设，我去看到人的自来水爱接管，我家己去吹，甚至刷了火车头，我甲主任看讲，哦，啊这哪会安尼空空曲曲遮歹，家己去来办会刊，家己来要求地方来处理，要求中央来处理，我目睭烫到足金。一个看地方还有什么代志，是我爱主动来斗三工的。我无像我的对手，干那逐工在看讲，倒位有啥物利益会当给因。所以拜托大家，明仔载的选举是为地方的囡仔争取更较好的建设，是为台湾的未来争取更较好的发展，让全世界看到台湾，让台湾走向国际，对无？咱明仔载的选举，莫阁让某一个家族累积因的财产啊，好无？有够啊啦，人情嘛兴有够啊，因家的财产嘛轻到有够啊，滚啊呆拢食袂煞，有够啊，让会做代志的人来做代志，好无？一个团队为大家服务，好无？好，地方的民众较快活、较自由，地方建设愈来愈好。你的需要，我拢甲你讲着，好无？中二不走回头路，台湾不走回头路。地方今仔日坐坐的大家，这段时间来拍拼。就是为着咱搁较好囡仔的未来，为着台湾要走向国际，唔通搁去予中国包入面，你讲对无？对。我常常在希望咱台湾有较成功、较认真的在野党。足可惜，即马台湾的在野党连做在野党拢做了无好。拄啊，蔡英文总统来甲我互选，讲到前瞻基础建设。严宽恒先生，伊阁讲前瞻基础建设站2张 A4 尔，着要共讨钱。BI 啦 ，BI 啦，前瞻基础建设在审查的时阵，我甲规本的计划看了，迄本计划封面绿色的，迄本计划366页啦，3年前。无，迄时当时7年前，我都看迄本看煞。7年后，即摆我的对手还讲干那2页尔，你等嘛较拜托嘞。甲你讲，你美国回来的社书，甲我讲英语，你甲呾你唔讲。甲你问讲，你去美国读册，你唔着一张甲同学翕相的照片，才鼻芳一个，甲呾嘛无。7年以来，你甲呾还在讲前瞻基础建设站2张纸。这么认真的人，唔好让伊当选，好无？实在唔通安尼啦。虽然迄个薪水对因家来讲看无在眼内，但是你嘛对薪水较负责任嘞。所以咱中二选举区，我常常讲，有山，有海，有飞林机场，有高铁站，有上认真朴实的人民，有上好的中小企业。有咱的汉翔产业，有风机，有台中发电厂，这好的所在，全台湾我感觉是上好、上有发展的所在。大家得到应该得到一个认真拍拼的团队，好吗？明仔是认真拍拼的团队几号啊？投票
使。拜托，阮音乐的活动十点要结束，但是各位会当揪票揪到十二点。恁的囡仔倒来厝未？有伫厝无？囡仔伫厝边无？有要投票无？有。你的亲戚朋友有揪票揪好未？有吧？有的人无牙手是无朋友的哦。有朋友的人拢揪拢揪票揪好未？也袂叫好的人入去，等伊敲电话，搁敲二十通好无？好，赖清德啥物行动算？好，林静怡动算好无？好。啊，我借问一下吼，大家喜欢的王一川，你若要投票，你要投几号？六号吼。所以咱家的幸福密码，地方幸福的密码是二六。一摆，地方要幸福，咱的密码是2226。你实在足优秀的，这好的一个所在，这好的中二选举区，这好的一个都市，这好的人民，我足感谢大家，让我继续甲恁服务四年，好不？一日免休困，搁甲你服务四年，好无？安尼讲好啊哦，吼、哦，我足好饲的呢，一个立委的薪水就会使啊，才好饲，足拍拼，奶超好用，差不多二百栋的，足好用的，搁投票好无？好无？会使哦。好啦，大家拢无闲真久啊，拜托大家，等伊邮票。明仔透早就投票，好不好？好。透早就投票，好不好？好。卖红强，卖红监视，免惊，做伙投票，免惊伊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做伙投票，唔惊伊看，好不好？好。要看啥？阮是正义的声音啦，对不？好。要看啥？人民嘛。幸福的密码，二二六，咱民主的路，做伙行，一直行，民主路一直走，民主路一起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所以那个牛帅和朋友们，连边啊，行过来，好让人静一看到，让有这么侪勇敢的声音来收听伊明仔载一杯。机会啊！
感谢咱直播线上的咱所有的网友，也希望借着这个直播线上的这个镜头，让咱所有伫咱全台湾的这个声音，都会通透过网络来传出去，让咱世界上知影，咱台湾上水的花、上自由的花，就是开伫咱的中西山区。不管是我明仔坐挑战，我明仔坐艰苦，拢一直一直规划伫咱团队，也都有正义的辛苦面。每一张选票拢是咱正义应该爱有的责任，每一张选票拢是相信咱中立选举会当改变。希望明仔载1月13号，咱会当开出胜利的花，会当开出胜利的花，予咱中立选举自由的花继续吹，自由的花继续开。
前的。是哦，没有了。三秒，一二三，漂亮，谢谢，谢谢，谢用这个动态拍，我懂，上面那个我知道。你的是这一只吗？好，等一下下哈。谢谢，好，来，请看这边喽。来，我来，一二三三三三转呐，你看一下，好。谢谢大家，来换这边啊，谢谢，好，来这边啊，一二三三三，好，谢谢。我被抢了，他在录影。哦，王一川的，对啊，这是抢救王一川的那种。好的。一二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哥哥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比说，哥哥跟你接笔吗？你是我接生的，不要拍的照，有拍有拍，哇，太赞了，还是叫我他起啊？你现在几年级？五年级，五年级，2012的。好会讲2012的，帮助医师回想一下，买一瓶。谢谢，我很高兴可以一条龙帮你服务，从出生一直到结束都是我服务。是接生的，我接生的小孩。哇，谢谢。